芷言，你还是随我回去吧，江湖显赫。我只是担心你。我在外路门待得很好，你不用担心我了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。今日便当是送别吧。芷言，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一次？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爹如何难道你心中不知吗？你走。好了。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跟你回去的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我知道，我只是不想放弃，也不想。我想和你在一起。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 刘苍灵，你这少主失踪多日，剑心门却毫不关心。你被关在我门中地牢之时，你爹柳威非但没派人来救你，剑心门上下还皆是一副将你生死置之度外的模样。你竟不觉得蹊跷？一门少主，愚钝至此。 芷言，芷言。